大家好，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但是天气比较凉爽，尤其是喝了网友跟我送的咖啡啊，有一点睡不着，好像有一些话还要讲完，点点今天事儿，不能点到明天去。其实这些话呢，在平时未必想讲，但是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节目讲到这个安徽省的最年轻的这个副省长周春雨被抓了，被双开了，被抓是今年年初就被抓了，4月份吧。那么在昨天宣布双开，所以我就讲到了这个回亮日，讲到了王塔华前任的几位这个安徽省的省委书记。那么其中讲到王塔华是来自于江西，那么江西这样的话就扯到了他当年在整个精神过程中间他跟毛志英跟吴光正的某一些关联也可能呢跟这个后来得到这个中英，也跟这个负责组织人事的这个江西的大佬人物政治局常委，当时担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区书记，就是常务书记，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曾金红，可能有某些关联，那么引起有一位网友对我的质疑，那么我就回答了这个质疑。他主要是讲到王塔华是这个曾小平是他的恩人为什么呢？因为王塔华的这个爸爸在这个曾小平1969年到1970年代的时候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厂，在那个拖拉机厂呢，他的父亲呢是这个负责人那么呢这个所以呢王塔华后来被曾小平重用那么然后就用我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大家然后这个但是又有一个网友说搞错了，那不是这个王塔华，是刘煌仁刘煌成的爸爸呀，是当时车间的一个主任刘主任，因为对曾小平挺好，所以呢刘煌仁后来就整一个什么服装厂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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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下子提到什么九江市委书记，然后一步一步提升成为后来的贵州省委书记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那我先讲一讲刘煌仁刘煌仁是怎么提升上来的，我先不去说的。那么有趣的地方就是刘煌仁从江西调到了贵州然后在贵州后来被判刑，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贵州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培养人才的地方，尤其从朱浩才开始，朱浩才后面大家就知道是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后面他本来重用了他自己的一个亲戚叫刘振威，没有想到刘振威的老婆叫倪静红，宁王的宁，建设的建，宏伟的宏，那么这个好像是当省里面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委员会，外资委员会还是什么资源委员会的主任谁记得贪污的腐化的问题，居然被处决了。刘振威后来就是跑到了这个胡锦涛把他调到国家机关工委当了一个党委副书记，身为享受正部级待遇后来找了一个新的老婆，但是呢实际上后来就很快也死了那么刘政委有一个儿媳妇，当时儿媳妇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水麻子的夫人丁伟那刘政委后面就是刘方仁了刘方文后面就是秦元禄是栗战书，好像是栗战书后面是石正元后面是赵开之后面就是今天的陈敏尔赵开之现在是河北省委书记也有可能会进政治局至少是政治局人选之一吧那么这个栗战书大家都知道了，已经是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之一了，现在是政治局委员那么秦元禄当过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是一个秘书长，我一些朋友跟他很熟，没有想到秦元禄这么一个
非常能力很弱的这么一个人，在湖北的到了政协主席，本来好像就退下来没什么事了，哎，结果朱一下子还升上去了，经到贵州，然后后来到黑龙江，然后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贵州为什么会被重用啊？为什么会被重用？大家今天到了陈明海啊，认为陈明海是这个十九大的海马之一，其实已经不算海马了啊。大家已经都说陈明海一定会升，升不升我先不去说。但是贵州的省委书记为什么被重用啊？是有他的复杂原因啊。但是这些事情呢，以后我在十九大的题材里面再来加以这个讨论。我要讲的是啊，这个刘洪仁呢有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叫王晓东，王晓东本来是跟他从江西过去的，一起过去的。刘洪仁一被抓，那王晓东肯定要完了，对吧？结果这个王晓东没有完，没有完。他四十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这个贵阳市委书记啊。贵阳市委书记有一个市长啊，一个什么人呢、啊？当上市委书记，后来就是早一段时间从甘肃退下来的王三润。王三润的接任者就是林铎，林铎就是王岐山的人啊。先不说扯到这么远，再扯回来，王晓东作为这个刘洪仁的这个大秘书，肯定应该完蛋了。结果他没完蛋，结果后来在秦元禄时期也是被继续使用。到了栗战书时期，那更进一步被使用成为了贵州省的常务副省长人家后来就调到了这个湖北，在湖北是当政法委书记，然后慢慢慢升上来，现在已经是湖北省省长。湖北省省长，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就是王岐山的这个马仔从这个还是我这个我很熟悉的复旦财经学院毕业出来的，然后后来这个在广东就跟这个王岐山结识了王晓东呢，心里还很抱怨，觉得他因为跟错了人，所以呢，他就提升很缓慢，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几套系统里面，你的老板完蛋了，你肯定完蛋。所以王晓东呢，他老板完蛋了，他没完蛋，他只是说呢，在这个副省级上待了蛮久的时间，现在终于是湖北省的省长弄得不好，未来还可能当一个省委书记，所以他其实也不应该抱怨。这就是刘洪仁的故事。但是这个刘洪仁我讲了这么多实际上回过头来讲呢，他跟这个我们要讲的邓小平下放出的新建拖拉机配件厂呢没有关系。我今天上午就已经讲到了，这个新建县呢是南昌附近的一个县，所谓拖拉机配件厂实际上就是一个拖拉机修理站，只不过是怪一个好名字这个叫拖拉机配件厂那么邓小平在六九年十月份的时候到七二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里待过，待了将近三年左右的这个三年时间嘛，不到三年吧，好像还是大概三年左右时间，我没计算算了那么这是邓小平这个很好玩的一个经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当时候的这个改委会主任兼这个党支部书记叫卢鹏卢鹏。所以邓小平一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新建修理厂就是这个卢鹏就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然后当时候邓小平呢有一个爬的兵力保护塔，一个爬的兵力有一个爬长有两个这个官员，其他都是战士一个官员是爬长，一个官员是营长，营长是主管这个也大小事情邓小平当时跟他的这个继母吧夏老太太还有他的夫人卓林呢一起到了这个修理厂。见到这个罗鹏以后罗鹏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他是晋冀鲁豫的人的，晋冀鲁豫就是河北山西就是山西河北河南这个山东。邓小平一听，是吗？那是谁然后这个罗鹏就告诉他张继春。邓小平一听就放心了，张继春是我湖南老乡，湖南泥匠人是一个比较红军
巨猫时代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参加红军了啊，蒋井冈山出来的，但他后来是邓小平的经济鲁豫的这个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好像也是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啊，邓小平是党委书记嘛，对吧，政委嘛，他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啊，邓小平一啊，他当然这个后来啊，这个张继春呢、啊、到了这个北京啊，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就是现在黄宽民的角色，后来成为国务院的文教办公室主任，但是1968年啊，文化大革命呢、啊、听说就被迫害致死了啊，但是邓小平一听啊是张继春，心里就放下了。这有一点呢，像带上了政治暗号，这是中国派系里面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就是说所谓派系啊，不未必你是很认识的或者很熟的，但是只要上是讲同一个系统来的，大家都是自动认为的这就是一个派系。所以最开始的这个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啊，那么这些人呢，只要讲到是哪一个野的，大家都知道了，哎，我就是你这个派系的啊。那以后我会再讲这些历史的时候呢，讲这些东西。那邓小平一听就开始放心了，所以马上就问他，哎，这个你们这里有没有红卫兵呢、啊？这个。罗鹏老老实告诉他没有，因为邓小平最怕红卫兵，他的女儿也当过红卫兵，他知道哈红卫兵很厉害，嘿嘿打人啊、这个甚至还杀人啊，这个很，所以，那么邓小平当时候在这个修了机配件厂呢，有时候还真去上班啊，有的人呢就是下放完以后就不上班啊，就像成人他就是不想上班，比较懒。邓小平呢就比较勤快，他免得在家里郁闷了，所以他经常去上班。接着上班啊，对于这个守卫保卫的这个战士来讲、啊、非常担心，对于罗鹏来讲呢也非常担心。当时修拖拉机配件厂啊，也下来了一些老干部，那么呢都就是大家就是对邓小平呢还是有几分尊敬啊。罗鹏呢一看到哪一些人对这个要对邓小平有侮辱的感觉。啊，组织派嘛，有这个侮辱的感觉呢，他就赶紧把那些人调走。所以邓小平大体上呢，在这个新建这个拖拉机配件厂这个生活的还大体算愉快。所以后来写他的回忆录啊，写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都把这个厂还写得不错。当年那个毛毛号的写书的时候提到了那个营长就是王文华，王文华的就是邓小平其实对他还挺不错的，邓小平觉得他办事情很负责任，但是因为毛毛他们从别的地方查的落户的地方跑到这个新建拖把这个配件厂来看爸爸看这个邓小平，那么这个营长呢要求他们及时赶回去啊，毛毛很生气，所以呢就是。好像他的这个邓小平不是写了个回忆录吗，上级啊下级还没写出来，那么其中把王文华给骂了一下，王文华后来搞的就是退伍了，他是江西吉安人啊，退伍完了以后很快就感觉到很不爽啊，日月而争啊，死掉了啊。那么邓小平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一个什么车间主任呢、啊、叫什么这个姓刘的刘主任没有，所以那个刘黄仁的爸爸在这里、啊、不是真实的，王仁华的这个爸爸在这里也不是事实啊，当时一个车间主任姓陶啊，陶师傅啊，而且是个就那些配件厂有多大的这个多大的系统啊，没有的啊。那么罗鹏本人啊，那么呢这个是这个是香港，在他是广本来是广东人，番禺的，后来跑到这个香港的造船厂去当小学校工啊，当时八路军在香港办事处把他介绍去参加所谓革命啊，所以他就是30年代开始参加革命，所以叫三八式。那么后来中共这个进政以后，他当过这个广东省的公安厅的办公厅主任啊，也当过海南公安局的局长，后来把他调到公安部了，去当了。这个边防局应该是公安部当时是第四局的这个副局长，那么50年代的时候，因为他反对这个大跃进啊、胡克峰啊，就是公安部的那些左派分子就把他整，啊，就把他整到了这个江西，那么到了后来，因为他对邓小平保护的不错啊，所以呢，这个邓小平上去了以后呢，就是把他。要调到公安部去啊，就是说，但是他不想去，他想了想，哎呀，我不想去再去沾这个事情了，而且呢，他对公安部蛮伤心的，他就愿意待在这个江西
后来成为江西省的民政厅厅长，然后江西省的这个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去世了。那么邓小平跟这个工厂的关系当然是比较有感情，因为这个工厂呢没有欺负他，没有侮辱他，所以后来这些工人呢，或者是这个厂里面的人要到北京去的时候，只要打电话给邓小平家，当然是秘书接的，秘书一般都会给他们比较长的时间居住，因为以前呢地方上的人到北京呢都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了，比如说3天4天，你这都必须走。而邓小平的这个秘书要帮他们把时间延长，比如说你待够1个月、半个月或者是一些天没有问题，而且他还给他送来一些票啊，比如说戏票啊，比如说球票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使那些新进这个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呐、或者是其他人呢非常感动啊。当后来邓小平胡出来以后呢，这个工厂呢也想利用邓小平这个资源啊，看能不能把这个工厂啊给发展起来。邓小平的秘书说好啊好啊，那就跟经贸委经委啊纪委啊这些这个经济管理部门呢一起商量讨论。但是这个修拖拉机配件厂有一些工人水平也不高，一些老干部下来的水平也不高，弄来弄去也没有弄出一个什么好计划出来，所以新委新政府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当然到了后来想把这个拖拉机配件厂变成一个什么旅游景点啊，修了一条路啊，叫小平路啊，这都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啊。不知道现在他们有没有捞到钱啊？但是整体来讲呢，这个厂里面呢，没有人得到邓小平的很直接的好处。听说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一个警卫战士啊，一个警卫战士小战士，他这个复员了以后没有找到这个比较好的工作，跟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还是怎么回事？邓小平还批示了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工作这就是邓小平在这个江西南昌附近的新建拖拉机配件厂的一些情况从这个情况来看呢，竟跟这个后来成为安徽省委书记的王太华没有关系，也跟后来成为贵州省委书记的刘黄仁没有关系，但是啰啰嗦嗦扯出这么多事情出来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很多事情需要第一手的材料那正好呢我跟新建这个拖拉机配件厂呢有一些特别的关系那么呢正好呢我对贵州和安徽的情况呢有一些了解，但是这个只是我了解中国的一个局部那么我不像这个生活在这些局部的人或者了解局部的人肯定了解的情况比我要更加细致，所以欢迎这样的网友继续补充我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咖啡，我可以休息了，再见。